哎呦，早安。早安。我们要去上学。弟弟在这。今天是清醒的状态，一出门就被他抓到，他就说他也要去，但是没有关系，配合他，因为今天是弟弟的生日。今天是弟弟的生日，所以他提的要求尽量就满足他了。很小，来。爸爸爱你，来，你跟弟弟说。东东 ，Hello， 爸爸，拜拜。跟他说生日快乐。生日快乐，拜拜。拜拜。跟哥哥拜拜。爸爸。哦，好好。好久，拜拜。嗯？有啊，他有回头啊，你有看到他吗？我们走吧。哦。好吧。啊？生日。今天是东东生日，三岁的生日。生日棒棒。你从两岁的东东变成三岁的东东了。然后生日棒棒。生日棒棒，又长大一点点了。你有没有什么感言？过生日有什么感言？昨天过得开心吗？开心哦。好了，那你会说拜拜吗？三岁的东东。你跟手机说拜拜好不好？我昨天就会自己吃蛋糕了。昨天会自己吃蛋糕，对啊，长大了啊，还剩蛋糕，还有剩一点，我晚上再吃，好不好？我昨天盘子也插起来了。真的？那你跟相机说拜拜，我们回去喝妹妹，好不好？三岁了还要喝妹妹吗？还是要喝哦？啊，那你说拜拜，看着我的手机说拜拜，拜拜。那就，关掉。